Ja, wir können. Kam sie kommen hier? Zu da, zu da, zu. Wo man sie? Na ne, kam ich hier die, bang ich habe sie.亚玲敢困啊？伊困啊，我也袂去困啊。但是，就干那呢？什么意思？遐唔伫遐民宿，你嘛有感觉对无？那唔是有人拄好来弄吗？ 无得卡咱着，遐，我唔知影你伫咧讲啥，我啉足多啊，啉醉啊。恁莫用啉酒醉做酒较好无？你安尼死咧道边。好好，有啥物代志哦？明仔载再佫讲啊。哦，我要去困啊。所以你嘛希望我搬出去。啥物叫你搬出去？彩霞伊甲我讲。 伊无希望我阁继续住伫迄遮，伊叫我紧搬走。伊啥物时阵甲你讲袂？这无重要，重要是你的想法。连彩霞伊拢感受着啊，所以才会带亚玲去山顶找咱，这毋是拄啊好尔。亚玲本来就有参加义诊啊，伊去嘛足正常诶。 所以你希望伊来照料咱。我迄天看到你甲亚玲做伙翕相，还佫有啉酒杯酒，你敢知影我的心情？是嘞。我袂你甲我回信嘞，我只是想要知影你心肝内是安怎想的。 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莫阁苦瓜脸啊！你伫迄一段婚姻内底，感情才快乐，为虾米你总是有头甲面？你误会啊，我毋是迄意思。 你会用骗我，啊！不过你无法度骗你家己。你住伫迄遮，根本就无快乐。大家拢认为你的吞论是应该的。阿姨、少卿，伊嘛是安尼想的。我的确连亚玲应该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。是的，我毋是搞故意对你大声声的，我只是。 我来请，回去困啊，我来。所以你也是在逃避，选择欺骗家己的心。哎，萱萱，恁一个人徛伫遮，是不是嘛巴肚枵啊？少卿，你还袂困哦？ 你嘛巴肚枵？对啊，我本来想要困，也毋过真正枵到困袂去，就是讲规煞食泡面啊。哦，那安尼我陪你。好啊。
是不是我吃到太粗鲁啊？把你惊着啊？没啦，你安尼就够醉的。够醉？敢是讲我？你生个遐尼啊缘投，搁壮哉。有时阵啊个性，搁淡薄仔囡仔性，足趣味的。这就是人咧讲的反差萌。就是安尼，你真正是我的红颜知己。你敢真正安尼想啊？唔是咧骗我吼？你哪会对家己遐尔无信心啊？你之前带我去食饭的时阵，甲我讲遐尔济大道理，迄个王检事是走去倒位啊？你无去嫌就好啊，我惊我讲伤济，你会生气咧。哪会啊？我知影你嘛是为我好，我感觉就感动咧。食物啊？啊，对啦，你即马逐工伫个地检署咧办案，敢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？甲我讲好无？我想要了解你。哦，安尼我甲你讲，我顶届哦，甲高检署去抓一个偷摕查某囡仔内衫的故事。嗯。迄个时阵，我甲高检赶去现场。看到迄个歹人哦，我头一个时间就甲站落，然后甲拍落，然后佫甲伊压制住。边仔的警察哦，用手铐甲铐起来，直接叫警察带转去啊。然后转去的时阵哦，交警佫甲我讲：“哦，王少卿，想袂到你平常时哦，腾腾腾腾的，想到脚手这么溜咧，哦，我偌欢喜的呢。”你真厉害。多谢。我感觉你真正足厉害呢，我唔知影别人是安怎想的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就是保护咱家市井小民的大英雄。无你讲的这么了不起啊，我只是尽力把工作做好尔。啊，不过足可惜的，我以后。就无法度搁听你讲这个故事啊！有啥物啊？我住伫恁家伤久啊，阿姨叫我搬出去。伊讲这间厝，伊要重新装潢，做你的新房。我即马连女朋友拢无，是要装啥物新房啊？我妈妈真好笑的。阿姨嘛是为着你的终身大事咧烦恼啦。真正无需要伊这么低薄啦。你免烦恼，继续安心伫遮住落来，我来甲彩霞姨讲。啊是卖啦，自从阿姨回来，我就一直住伫你的房间，其实我嘛感觉足歹势。也唔过你住落来，我才欢喜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阮阿姊的好朋友，嘛等于是我的好朋友，朋友本来就是爱互相照顾，你讲对不？啊，不过，敢讲你不把我当作是朋友？当然不是，你对我遐尔好。就安尼决定啊，你就继续安心住落来，阮妈迄边哦，我来处理啦。嗯。少卿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。啊，对啦，今妈妈已经叫我，我差不多要去休困啊，你嘛较早困嘞。啊。晚安。好，晚安。啊，对啦，少卿，我明仔载想要做早顿给大家吃，法式吐司，你感觉安怎？当然好啊，我最爱吃的呢。那呢，你敢要较早起来，跟我做伙煮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多谢你，晚安。晚安。